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漂亮的双排镂空花的棒针花样。这款花样编织男士毛衣、毛背心挺不错的，极有弹性，很别致的一款花样。针法也很简单的哈，它是十针一组花。我们片子的话就起十的倍数加两针，然后再加两针编针，也就是十的倍数加四针，花样就是四行一个循环，重复往上编织。特别大气的一款花样，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示范呢，我这里是起了24针，两组花，也就是10乘以2加2再加2。来看第一行，编针，两上，织一个左上二并一，一起给它并掉。加上一针，两下，再织一个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，两下，这是一组花完成了哈，我们再来一组，两上，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。两下，再织一个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两下，我们最后边上剩两上，也就是加起来和右边两针上针相对称，一边针，这是第一行的织法，第二行简单。编针，两下，然后八上，加针也是织上针，这样是完成一组花，继续两下，八上，反面上就是重复。两下八上循环去织，加针也是直接织上针的。织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也就是最后边上剩两下，编针。第三行，我们排花都在正面行和反面行都是上下针，编针，两上。然后两下，加针，右上二并一，然后两下，加针，再织一个右上二并一，就重复这一段的花样，我们再来一组，两上，两下。加针，右上二并一，两下，加针，再来一个右上二并一，最后边上剩两上，一边针，第四行，边针。两下，八上，反面上都是同第二行一样编织的，两下八上，继续两下，八上，最后边上剩两下，一边针。织到这里，这个花样就完成了哈。这里是织了一组，你多织几组，这个效果就立马呈现出来了，很雍容华贵的一款花样。就是编织毛衣外套、套头衫都是极其合适的，同时编织帽子啊，
也特别唯美的一款花样。啊，成品比这个图片更漂亮，大家可以试着编织一下。啊，下面就始终重复这四行的编织循环去编织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